太贵，3.6毛8，银丝丸1.9毛8。太多肉馅，太多那个西，太多肉馅，你们还敢买？我们全家是一个路子，杭州内地一条街，欢迎新老顾客前来光临。倒闭的声音，嗯，声音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！盐城西路近视，朱女装上不得，半年前前进是好。男人五年级。好，欢迎。设计场所，时间，第二的经济。
说这个已经是中等发达国家。就是这种景象。
那你家吧。
Thank you.